我们通过了预选赛，但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挑战。啊，我已经等不及到 A Sports 的赛场上大展拳脚了。别轻敌，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调教一下装备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我把自己的数据输入进了战斗模拟系统，下面看你的了。你的数据？这听起来可没什么难度啊。使用屏幕左摇杆进行移动，沿指引线前往指定位置。 啊，老兄，这太简单了！使用屏幕右摇杆转动视角，将准心对准目标，点击开火按钮消灭目标。嗯，手感不错。点击设置按钮，调整灵敏度。哎呦！ 这是点击屏幕右侧技能按钮，长城这个怎么样？攻击目标，对于远距离的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了。大小姐，你那边情况如何？嗯，我看见了。扳住开火按钮，消灭目标。你的装甲有一些损伤，我生成了一个治疗能量场，你走过去应该可以恢复。接下来试试你的火力压制系统，点击屏幕右侧大招按钮，使用目标全部命中，还不赖啊，大小姐。 现在就要前往赛场了。哦，准备好大干一场吧！加油，Ace Boss！我们来了。
多点焰火吗？呀！切，我都懒得搭理你。可得悠着点啊。我是指挥官卡罗琳，很高兴能和大家并肩战斗。小心别送。哟 ，TD， 启动侦察系统，确认任务目标。站在我身后。目标消灭。TD， 启动侦察系统，正在前往。我方即将胜利。Tema dizendo que estou rindo bem.